Hol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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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ola。我告诉各位，气大声音因为很难产生，我们要示范一下怎么按会死的状况。哦，告大家这个哈、哦，不要太过于扣技能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因为今天这个没有预计要出气大声音啊，所以我一定要示范一下它是如何 GG 的。对对对对，绝对不是不小心的、啊。对对对，不是不小心的。哎、欸，不是不小心的。哎，所以是故意的啦，啊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，就不是不小心的，你讲啥？看来关卡不难了、啊，不难。真的啦，不难啦，等一下就是打轮回这个 tempo 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刚开技能就打赢了，感谢提供攻略。不是每把美容哥是都一样，大家都一样哦。嗨！看我叠珠啊！看我叠珠哦，双重叠珠哦，两秒双重叠珠哦，看好哦，看好哦，哎，左一叠，右一叠。有没有听过那首歌？左一叠，右一叠，有没有看到？左一叠，右一叠啊、哦，没听过。我今天刚写好的歌，刚刚写的，热热的，刚写的。三鼠盾嘛哈、哦，手消哈，进光暗嘛哈、哦，光暗镜看不太清楚啊，在那里。那你们清楚啊、哦？做效果，这做效果，对，做效果，那个不是故意的，哦，左一叠右一叠啊，三鼠嘛，最后处理，这还没开机，我就可以先给他处理了，哎，对，大概啊，大概处理一下，木外亏哈，哎，我消到光珠的。我是有下到光珠的，我跟你老输嘞。他意思要强调告诉你，这个是破三鼠盾手消金光暗的 好技能、啊、他的意思是要强调这件事。其实我是觉得不太需要强调，我知道了，真的，我真的知道。啪啦。越战越强 G 哈，一个会 GG 的味道哈。我个人是先把杂毒消一点点好了，反正他你要记得这一关是关键哦。哎，百姓要教各位的是如何简单轻松的通关，这一关是什么关键哦？关键哦。注意看怎么弄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哦。停，注意看哦，注意看了啊，注意看啊，那边按住下这猪啊。好，垮掉哈，垮掉啊，亏几只？亏嘞 ，right，OK 嘞，做一波全体攻击，啪啪啪就把他带走，知道吗？啪啪啪，有没有？啪啪啪，这关是关键，我刚讲，这关是关键。哦，木的把它消掉，这样就好了。好、哦，没有，完全没有木，这是关键啊。光珠是攻击珠，你敢会想好笑啊？啊，你搞光珠是攻击珠，
不能开，傻小，它有状态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就直接打喇叭。拜拜拜拜拜拜，400多万年嘛哈，我靠，开一只鸡蛋应该是轻轻松松了，应该是轻轻松松了。啪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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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Easy 啊。千万不能轻敌，要记得，千万不能轻敌，轻敌是大忌哈。一combo啊，千万不要轻敌，干别给野转去了喂，收开，开枪，我继续叠，我继续叠。保持我们节奏的 tempo 哦 ，tempo 哦。哦！我看我今个处理掉好啊，阿你较紧好啊。刚刚那个意外有点像节目效果，对对对，这真的是节目效果啊。你在创啥啦？哎呀，糟糕！糟糕，我在创啥？哇，我想一下哈，我倒是直接叠珠失败的一种 tempo 哟，对了对，叠珠失败，对对对。无做 combo， 对啊，无做 combo， 拖啊袂去做啊，袂使啊。983万呢，炸一下。嗯，一波七好吧。过去好吧，来吧，刷吧，各位。因为我很少用贝利尔了，对，不太了解他技能。刚按下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 C 啊。刷一下，好不好？刷一下，现在了，玫瑰都玫瑰啊！我看看是危险不危险嘛？我自己看起来是有点危险。好啦 ，K， 哦，贝利尔还是蛮强的，感觉好像会死掉，是不是？那是效果。左下角，怎么做啊？如果觉得我的影片不错的话，请记得点个喜欢。左下角还有个订阅哈，请记得按订阅，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虽然这时候有点结巴，我不管。记得要分享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下次见，拜拜。